钟叔叔，搞定，就算把学城翻个遍，你也要给我找到。行了，我带你离开这儿。小嫂子还是没有消息，不过找到了这个，是烟西烟录的视频，只不过换成了你的脸。他发给小嫂子以后，小嫂子气得……把他给我绑过来。还记得吗？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被你救起来的。池塘，你是洛川哥哥。小洛，你终于记起来了。小洛是谁？小洛就是你，我未来的太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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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生了一场病，昏迷了好久。可是我怎么感觉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没关系，重要的是没什么能帮我们再分开了。嫁给我好吗？嗯，洛洛，你只能做我太太，一辈子陪在我身边。几个老家伙跟我说，莫莉有三个月没去公司了，是吗？ 是的。既然他不行，就让他二哥上岗。别说爷爷没给过你机会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是乔氏天选之子。阿哥，你在干什么？他逼我的。我才是乔氏的总裁。我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，乔氏集团的继承人是乔氏本来就是你的。乔氏本来就是我的。别说爷爷没给过你机会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我就说过，我才是乔氏天选之子，我才是乔氏真正的总裁。夕颜，颜夕颜，夕颜，你猜猜看，我现在在哪儿？阿哥，好好听。乔莫里，在干什么？夕颜呢？你要干什么？你说。你们放开我！来。是小莫尘，是他逼我的，还有小苏玉。我只是一心想当你的总裁夫人，你怎么跟我这么没有关系？是他们俩合谋陷害我的。放心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夕颜。阿哥，你错过了一场好戏。八蛋，我才是乔氏的总裁。我让你站在总裁之位，这是爷爷的激将法，好让我重回公司。这不能。至于他，我只是把他对我太太做的事账给付完而已。叫我儿媳，我肯定不敢。
追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。像我会把小罗的衣服。是。莫莉，你这是错过了一场好戏，我只是把他对我太太做的事情加倍奉还而已。嫁给我好吗？离开这里，哪都不许。你别冲着他流产了，你给我。又做噩梦了。我梦见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。那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？记不清了。医生说了，你刚刚出院，要好好休息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从明天起，向我汇报小洛的一举。是。还是没找到。直到找到为止。莫莉，你振作点行吗？你嚷什么？玉上，你有真的爱过一个人吗？这半年来，莫莉每天都喝个大醉，这样下去恐怕……没想到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不过我还有最后一张底牌。底牌？这是谁的孩子？没错，这就是莫莉的儿子。你说他是谁的孩子？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，他不是一出生就死了吧？因为早产，孩子随时都会夭折。为了不让你们再受打击，你哥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故意把孩子藏起来，把洛洛逼走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你满意了吗？我把孩子还给你了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我的孩子，太太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洛川哥哥，哎，洛川哥哥，你太快了，我还可以更快一点。哎，你看那个，你看那边。二姐，你可是我未来的太太。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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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你了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莫莉，我找到这个。凯莉·洛川宣布于三天后与自己的青梅竹马举办订婚仪式。太太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天我等了20年。嗯。
乔莫莉要来江城了，要不要推迟订婚礼？还是被他给找到了。下午的订婚礼按时举行。可是，放心，乔莫是不会离开的。